この属性に降臨する機械神である。これは何のゲーム？遊ぼう遊ぼう。オメガニャーの指揮官？别的我不说，我问你，打战队你快乐吗？我是 F91，我在这里等你。万家乐，乐万家。好，我们来到今天的比赛，来看一下出生点位啊。这边蓝色的神族选手就是八本，那出生在了左上角实弹中位置，而下方红色的虫族就是来自于 TS 战队的 Sola， 是出生在了四点钟的位置。今天比赛播五，没有错，今天这场是淘汰赛了，已经对，谁输谁就直接被淘汰了，所以说对于双方选手来说都很重要。嗯。其实我是觉得 Sola 跟拔本两个人其实实力是相当的差不多，对，总的来说的话可能拔本更强一些，不过最近的拔本，但也要看拔本状态不好，对，拔本最近好像有点迷。 Sola 呢属于那种就是打进他的节奏他特别猛的选手，对，打进他的节奏就不说了。哎，不对呀、啊、什么哎、啊、Wordy 不是今天有那个比赛吗？是呀，所以我才很奇怪他怎么跑进来 OB 了吗？什么东西啊，什么东西啊，这个是啊，他是不是 Wordy 吗？我看看他是进来录 replay 的吗？哼，有可能是 Wordy 啊，他我看他这边我看看他转播的什么情况好吧。啊，我盯着他转播的情况，他妈延迟了五分钟，我操，不知道什么情况。我想起来昨天，因为昨天我们也播窝里那个地图测试赛嘛。对呀、啊，他今天还不是跟我说要留 replay 嘛？哎，不管他，先这边。不，你先一会儿确认一下他的身份。我先问他一下。一会儿问他吧，一会儿问他这个，他是来干嘛的？对，因为今天窝里不是说让我给他 replay 的嘛？啊。所以他肯定是要播那个地图测试赛的，确认一下他身份就好了。好了，这边版本家里面是 VCVR 的开局，这样的开局应该是一个投影刀的开局。对，因为我怕那个有问题啊，因为我怕万一有那种傻逼赌狗，你妈的，对吧？哦，对啊，对的，对吧？就我们比赛有延迟的，然后怕那种妈冒充进来乱搞的。他现在在干嘛吗？沃尔迪啊，他现在四分钟延迟啊，我不知道他干嘛呀。哦，他应该是播那个测试赛的，就 我找他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人是不是那个就是他是进来那个拿 replay 的，拿 replay 的倒无所谓，最好是能够在那个MSN 上联系到他，
对，我找个人去问问他，我 找个人去问问沃尔迪。不，他绝不不，这个绝壁不是沃尔迪，我告诉你，我看了，我看清楚了，因为我详细看了一遍，他延迟四分钟的原因是因为第一场打完了，就 Classic 4-2赢了雷诺，然后他们在等第二场。那我去问一问，好吧？啊，你去问一下，问一下这个事情要问一下。啊，我在十二点，你先看我的那个 OB，好了没有？啊？好了没有？十二点。好 ，OK， 你 O 吧。OK。那漂移，我靠！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局势啊。Net 又是八本又是选择了一个两使徒骚扰，两使徒漂你二矿，然后引刀去砍一波的这样的一个战术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战术，使徒应该是漂二矿，漂在这个位置，然后引刀过来杀。但是 Sola 这边反应很快，双线看一下，这波双线好像反应很快哦，第一时间拉掉，但肯定是要死点农民的。一个两个三个，那伤了呀，还要杀四个，伤了五个，怎么都伤了，哎，六个了，引刀上面还砍了一下，没砍到东西，不过和球吧，好了呀，这个无所谓，不过还好六个，你说多影响吗，也就这样了。总之是 Sola 还是他的运营还是不错的。好，反投一波小狗啊，感谢肾亏的火箭，感谢肾亏啊，反投一波小狗，我们看下这波小狗能不能，他反投小狗主要是要把时间拖回来，要不然的话在家里面被骚太烦了。哎呦，哎蟑螂倒是没问题，死了两个命，还行。女王其实你说你现在死嘛，也就死了，虽然会有影响，但影响并不大，毕竟你三个基地。对，你去开个盘。哎，这个位置没发现吗？切过来。你去开个盘。啊，开个盘。好，反投一波狗。什么？你是不是人？什么？妈的啊！李培南打嘎姐，妈嘎姐让1.5分。对呀、啊。怎么了？李培南赢了呀。哼！你不要管啊！最后300万惨案呀、啊！妈的，李培南打完了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赢的。他说我都感觉要输了，然后我就拼命往前一 A， 然后我就赢了。绝壁不是人，主要有很多人去追了个梦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平打的话，对不对啊？这波盒子300万弹，估计卖了能够到800万。平打，好了，飞龙出来了，也不多，就直接去你家里面去晃一圈。但刚好这边掐了个 timing 过来，对，看 Sola 拖的怎么样了。这波要打进去是打进去的，毕竟这个火葬了还有点多，而且 Sola 的这个飞龙进家，这不得不打了呀，这波不可能回救的呀。还好有一个那个电池，啊，把本立场，来嘛，把两把，哎呦，全部隔进去了，砸开，但是火躲得很不错，好，可以，农民堵住，堵在那边很可以。哎 ，Sola 这个拉扯还是可以的啊，可以的，有点东西啊 ，Sola。哎，我就觉得他这种就是对立场的感觉特别好。哎，八本就遭中了，八本家里面乱了他，这把什么都没打到啊！这你刷三个队列都打不过，直接机器了，直接机器了。Sola 这个暴兵真的有点凶。对你这种两矿的或者三矿的这个一波，我感觉打 Sola 没什么。他主要那个蟑螂火蟑螂拉的非常的好。对。感谢嘉义红宝书和求老先来我小说不该的一个飞机，这你妈是！感谢兄弟们，进一进。嗯，哦，他是过来拿 replay 的。那我拉他了啊。哦，你拉他呗。刚才很飘逸，你知道吗？感谢陈浩龙英文没有三的一个飞机。
这种莫名就直接就跑进来了嘛，对啊。吧？然后我还问了他一下 Wordy，我打个问号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说嗯，yes。对，我那个我确认的，我跟那边联系的人确然认。后我就没想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想他过来播我们比赛也挺正常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这是他的第二个，他说是他第二个账号，他过来拿 replay 的。OK，我们直接开始比赛啊。开始啊，第二场。Wordy，Wordy 其实一直现在慢慢做，还是做的还可以。我看他对呀，他把那还有个个，7000把个人看，他把幻家 TV 干死了呀。不是这个东西，就是怎么说呢？他还是。不是，这种就叫会做人，是不是？或者黄哥，感谢迎接艾尔的利刃的一个飞机啊！是不是会做人嘛？不是，不用给幻家 TV 面子的呀，孙哥。没错。妈讨厌他说出来，他也是很直的人，他讨厌我们也说出来，对不对？我就讨厌他不合作。他前几天还在那个，还在那个，又在抱怨啊！在那个 TO 上面喷粪呢，我操！就各种逼逼，你知道吗？他很爱逼逼的这人。就是有人膈应他，你知道吗？就在这个 TO 上面，说他什么那个战队联赛有个帖子，然后有个人在上面说战队联赛的帖子，然后上面就有人膈应他，说不给他为播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啊？然后他说我又没想播，怎么他就开始逼逼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吵起来了。没什么没什么，这种东西比比就比比吧。对。好了，第二场啊，说了对8本。对，然后他逼逼嘛，反正大家不理他嘛，因为很多人都膈应他嘛。上面那些英文区的人，很多人更讨厌他的呀，也膈应他的呀。感谢求专升本专业考试不过的一个飞机。还有这个陈浩龙，英文没有三三的的一一个个飞飞机机，啊！嗯。感谢兄弟们。好了，Sola 还是一个常规开局，就 Sola 的这个战术非常的稳定。对，他依靠自己的这个运营和基本功啊，就是你前期你任何战术其实都没用。我甚至觉得打 Sola 你千万不要想，就你如果神主的话或者人主的话，你千万不要想什么这种两矿一波，或者是两矿三就开三矿的那个时候一波，因为这个时候是 Sola 最强的时候。你你要真跟的索让拉他，磨，你磨到中对，后期，他就有点你真乱。的跟他200人口，其实200人口他是个 F2 重组，其实在后期兵力操作上不是特别强。他挺乱的，有时候索拉会打的。对，感谢这个球奶没有一等学位的十个福袋啊，感谢兄弟。VS 开这盘把本是换了一个套路，不过总的来说啊，现在的 PVZ 的套路也就那么几套，你再怎么变也变不了太多了。侦查一下，他主要看你有没有打一波，他这波进来，没有一波就行了，他就走了。家里面出凤凰，凤凰先把这个房子清了。我现在发现，现在的这些重组选手打这个就是 ZVP 的时候，特别喜欢二本之后空投一波小狗，反正这个房子留在那边也是留在那边，有时候会起到奇效。这波空投，先把外面房子清了。这个图嘛，就三先知啊，想都不用想，把本你妈指挥就知道了，这个，对吧？一个凤凰，三个先知，然后开始搞。黄科与时俱进，仇人国际化，这你妈，这他妈的怎么进？这他妈的什么东西啊？你们这狗牛屁，逼我啊，操！牛逼，牛逼啊，牛逼！
没有，黄哥不是仇人多，黄哥只是敢爱敢恨，对不对？我不喜欢我就说出来。妈的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就说妈的，我是硬币了，不喜欢你妈的也不说出来，藏在肚子里面。不，你不是，你不是这样的，你是在没有干死他之前都是误会，就没有实力干死对方之前都是误会。这你看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就说我是乌龟了？不是你自己说的呀，上次。那我只说说而已啊，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情，好不好？哼。好，哎，出得到。我说你们得罪我还好一点，因为你至少知道得罪了我，我平时敢爱敢恨，我还喷两句。你得罪了孙哥，你都不知道，然后哪天你消失了就，然后或者你当他出手干你的时候，你已经死了。哼，不要乱说好吗？好了。来了啊！三先吃，这波杀不掉呀！这两个那个，索拉明显是有过针对的这招。哎呦，但被抬了一个，明显是有过针对的了，放两个女皇，已经可以了。还行，我觉得杀死他四个女皇，因为你也付出了三个先知的一个科技的代价。这波。没什么机会啊，这有先知回来了。没机会呀、啊！家里面直接龙塔，这个局势对于 Sola 来说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很顺运。Sola 永远都是我飞龙塔下了，然后出几条飞龙，然后我再转。他主要是兵多，对，他兵多，他就可以想怎么干怎么干。但这一场我觉得他的四矿开的稍微有点晚，其实四矿 早就可以上出去了。毛你妈六分钟还割这台，哎，他是那个只裸跳飞龙的，他没有造蟑螂塔的，造蟑螂塔的呀。他也不能甩四级的，你四矿甩家里都好一点，你出去甩四级的不是别人一波正好干死你。妈的，这种局面我告诉你，他飞龙这个时候飞龙能不能出来很重要。但是如果这一波如果是把本刷的是追猎的话，就第一波刷追猎的话，那我估计把本知不知道飞龙吗？他不一定知道飞龙啊。我看一下把本，他应该不知道，他不知道。幸好回去了，没回去直接就GG了。他本来是压一下，给你点压力，让你补点蟑螂的。哎呀，索拉这个时候可以直接去开四矿了。哎，这飞龙刚好完美绕过这。把本招中了，把本感觉拖得很开心啊，看到龙塔了呀，他现在看到没用了呀，来不及了，飞龙直接摁家了，姐姐来不及了，飞龙直接进家了，傻掉了，回城没用了，打不过你就一个凤凰，对啊，回城也没用呀，来不及了，那强行把你这个打了就好了，地堡打了就好了，这片话已经沦陷了，好，可以吃哨兵，哨兵全给你 A 了呀，A 完了狗不就无敌了、哎、不接吗他已经傻了好吗，有点可惜，这飞龙裸跳出来太吓人了，你把本什么情况，既然裸跳飞龙，所以我让你四矿早点开也是好事，好了，这个你就算凤凰现在起来也没用了，刚才他虚佛腐化 A 你了，你也没办法呀，不用虚佛，我告诉你、就是、好了，这个这波也别走了，这个局面我告诉你，直接三本出飞蛇，把本现在肯定在家里面憋凤凰，你就龙狗飞蛇猛的一憋，飞龙直接起脸了，可以，因为这个局面把本走的不是离弃的科技，在打锤子，死了，感谢求老仙奶期末考全挂的一个飞机，还有这个有什么什么天什么孤月的这个福袋啊，死了，太惨了，二比什么情况啊，八本那么快被索拉吊起来抽了，这你妈，第三张你给我看一下啊，等等，怎么感觉是吊打呀、啊、这是没机会啊，感觉涡轮巡飞城，涡轮巡飞城，
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你先进，我先把选手拉进来。哦，那个德国人来了。你那你拉他们，就是那个我说了算那个德国人。没有，他要 replay。啊、哦，那那拉拉进来吧，还是待会儿发给他们？他说我发给他。啊、哦，那就发给他们。德国人，哼，我要跟韩国人干到底。哦，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不是。你妈的，太他妈弱智了。那那个太他妈梗了，不是，这另外的，这另外的一个。去加入。那个太他妈邪了，我操！哈哈，我记进来。好了，双方选手准备完毕，我们进入到双方第三场比赛啊。我去把空调叶子弄一下。嗯。好了，第三盘啊，来到了涡轮，这个涡轮巡飞城。我们进入到比赛 ，Sola 已经2-0领先了。我们看一下出生点位，这边红色的重组选手就来自于 TSG 战队的 Sola， 是出生在了右上角的2点钟的位置。下方蓝色的神族选手就是八本，来自于蛇队的选手是出生在了左下角的8点钟的位置。好的，我来了啊！这种裸跳费用跳出来这种局面，就是神族很哎，我就在想下个版本不是他妈谁都能裸跳飞龙了？你说的没错、啊，又打不了一波，我想跳就跳飞龙，你能怎么办？龙狗换家这个战术又重新重现江湖了呢？对啊。感谢 CYF 在美国诸事不顺的两个飞机，感谢兄弟啊！感谢兄弟啊！我告诉你是啊，嗯，你相信我，下个版本对不对啊？他如果神族这么改了，你就龙狗对吧？啊，然后。神族只能够这时候只能出凤凰，对不对？对呀，然后跳三本出飞蛇，跳三本出飞蛇，那不是这一招猛的一逼？这一招绝逼很实用。我反正我就觉得神族现在打不了一波，我就可以裸跳飞龙。对，因为神族就其实打这个裸跳飞龙最怕就一波嘛。啊，对吧？那你可能你在这打裸跳飞龙的时候下个毒霸通常保个底。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嘛，但是都不重要。对，重要的是神族在之后知道你会裸跳飞龙，但一波打不进的时候，他肯定会做应对嘛。那只有 VS 开。首先你要野飞龙塔，让他不知道你是 VS 开。反正我想过了，这个战术打神族一打一个准。哼，说了很嚣张啊，直接九阳神功了。先把基地甩出去再说，也不跟你多比比。这个比分的确让我们赛前没想到。他优势现在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了。一个 Sola， 韩国一个 Sola， 一个你妈的一个 Dark， 啊，都是那种有了优势啊就往死里干那种。没错呀。这有什么？我不能说这有什么错，就非常狠，你知道吗？哎妈，打星际的哪个不狠嘛？哼，我就是因为太不狠了，所以就打得不好。妈，我优势就想浪，就想那种。你狠不起来，好吧？不是呀，就优势就想浪呀。你优势想不想浪嘛？想浪。那不就是了吗？优势要把对手留着慢慢玩，然后又想打那种很完美的那种比赛，对啊，各种完美包夹。所以说我们不是职业选手啊。曾经你还是打得非常的狠的呀。对啊，曾经我很功利的呀。我好像打星际从来就不是很功利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可能没想过靠这个吃饭。不是，是这样的，就。在打星际这件事情上你打得不很怎么样，只能说明你输掉之后，输掉这场比赛之后的代价。对啊，对啊，你代价很小，所以无所谓。对啊，就所以还有职业选手靠这个吃饭的。对啊，我就说我不靠这个吃饭嘛，所以就经常是有优势就去浪。对啊，感谢求乃龙霸香唐氏梅安康的一个飞机，感谢兄弟啊。嗯，
这个兄弟什么二什么二零六的三十个福袋啊，也是感谢这位兄弟。所以我跟你说，就是你靠这个东西吃饭的，你必须要狠，对，对不对嘛？对，这倒是真的，一波打得死肯定就一波了，不要也不。哎，这狗怎么穿进来了？妈，这进来全看了呀。他刚好两个使徒飞出去，他想去骚这两个使徒。但看到狗，我觉得就不应该就出门了呀，对不对嘛？对。好，两个使徒去，那索拉反应很快的。没用的，他上面留了六条狗的，你这个两个使徒有什么用嘛？已经被追踪了。哼，今天我又想起索拉那句话了。Money is isn't everything. 说了、啊、还有点幽默。幽默的一逼，我操！那天我妈的，肚子都给我笑痛了。其实这个矿的基地是可以强行咬退的。算了，狗不够。算了，三个哨兵，三个哨兵。感觉狗不是很够。其实你咬也是对的，不咬也是对的。好，两个哨兵强来，把农民拉走。好，堵的还行。这边侧面直接杀。九个，这波有点伤了。十一十一。十三，他妈八本也有点狠。哎，十五，一矿农民，这你妈，等于就打了一矿农民。现在是所有的韩国神族选手，就我说的一线或顶级韩国神族选手，都有这个细节，对吧？对，就这个细节现在已经是。我就看索拉怎么运回来，我靠，他为什么又有六十一个农民的嘛？哼，这波他怎么挡嘛？他补了农民，我就不信他挡得住这波。不可能挡得住，火葬狼也没有。妈，他按了那么多农民，他不可能挡得住的这波。你再牛逼你也挡不住啊！个不朽蟑螂出来，两个火蟑螂，四个火蟑螂，五个火蟑螂。如果他用狗拖一拖，他用狗在拖，哎呦漂亮，这个地方挡住了。哎，可以啊，他这个拖的。加血没加，第一口加起来，砸开，再加一口，再来，再隔，哎呦中火了。拖农民还是挡不住，还是挡不住。有个管子，管子没用，直接被秒了。哎，挡不住，还挡不住，妈没道理挡得住的，他补那么多农民。不是，是因为把本这个立场放的好。不就大家都一个水平线嘛？哎，不朽掉了。没有那么多水点，十三个农民。哎，十三个农民不一定打得进去啊！这个波没不朽、哎、没输出了。这个都能挡住啊！他没输出了，然后把你。不过又死了十四个农民，不能活着已经是奇迹了好吗？这个是，一般来说这种就一波就打死了，不能活着就奇迹了，没死真的很屌。就这种虫卵其实已经损失了很多了，对，他要反压一拳就包掉了一个不朽还是很重要的，如果是两个不朽肯定挡不住的，不两个不朽你们那么快啊？没有、啊，他中间不是包用狗包了一个不朽吗？在路口。啊，对，对吧？我说如果没包掉那个不朽，肯定挡不住。不会吧？他一包就把别人摁死了。打死了。哎，他八本的追，八本的不朽呢？那么久了没不朽，什么情况、啊？八本？你妈一波打死，我的天！你妈他是个什么人呐？我真的是这种一般挡住了就按一波农民再加防守的，对啊，他你们防都不防，直接就往别人脸上怼，打赢了呀，妈个鸡！完了，就出来就死两个队列，把本都傻了，我靠！遇到个没智力的，我说实话，现在这个局面应该回去补波农民了，
现在捕捉农民是个稳赢版的局面，把三旺想办法打了，不要在这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傻逼克高手？这，他妈头铁 A 一波，我也不跟你多逼逼，对吧？我不跟你多逼逼，老子停不下来，老子是许褚，真的是忙，这个是。对呀、啊，我是许褚，停不下来，我就跟你说。把本叫挡住了，防的有点好。不，他浪了，不，他太狠了，不是太浪了，他把三级打了，屁事儿没有了。对，非要一波把别人摁到死，搞死你知道吗？他就把三级的农民打了，把本就傻了，这个地方。啊，这是个什么人、啊？本来你把三级打了，对吧？然后回来补波农民，这个时候估计农民已经有60个了。对呀、啊，那是稳赢版的，他也不打。不，主要他打得很狠，非常狠打的。哎，所以说，妈智力低也有智力低的坏处。哼，当然也有好处，换个智力高的，说不定在家里面运营呢。啊，八本又来戳、这两个先知要出事儿哦。往管子下面跑呀！哎呦，管子爬过来呗，他又去了。这你妈什么人呐？猛不猛？我就问你，你妈不防守的，不守，老子就是刚，老子是许褚，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。妈，让你骚老子，让你骚老子，你懂不懂？让你骚老子，让你骚。八本，你妈这个冷静也是50人口的冷静啊！但妈顶不住这种人的呀！这太猛了！嗨，几把莽的，我操！哎，这个是过了，这个莽的有点。八本已经傻了，你妈！你妈机智！哎呦，我的天！妈的傻了，我靠！这妈的什么这帮人啊？我们 OB 都傻了！哎呀，哎，真的真的刚，真的刚，真的刚，不愧是许褚，我靠！太你妈刚了！